大家好，又是来到我们律动的时间了。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的阿凯老师，还有我们的阿妹老师。嗨，大家好。还有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是来自哪个幼儿园的呢？非常棒。其实呢，我发现呢，很多小朋友啊，从小就有一个问题，驼背。哦，真的。你看我自己就有驼背啊，就是因为妈妈小时候没有纠正我，所以长大就是很习惯驼背。那其实呢，这种驼背的东西就一定要从小开始纠正，对不对？是的。嗯。首先在讲驼背之前，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正确的站姿。来，安哥哥来，请你当一下我们的导到我们前面来。来，请看丽菲姐姐那边侧边。看我。好。看我。来，什么叫正确的站姿？请爸爸妈妈看一下你的小朋友，请他站好，放轻松的状态之下。注意，第一个耳垂，第二个肩膀，嗯，接下来是他的髋部、屁股的这边，你去摸他一个最凸的点，还有他的脚踝凸出来的地方，这四个点是不是成一直线？如果是成一直线，是正确姿势。嗯，来看我好了。好，其实我也是在驼背。看阿凯老师，对不对？我的脖子会比较往前凸。哦，对，我也是这样哎，对，乌龟。因为这样的状况，是因为第一个我的身高的状况并不是说我自己高，而是因为我常常带小朋友。如果我这样的话，根本看不到小朋友，所以我自然而然变成养成习惯了。所以很多上班族也是这样子哦，因为要打电脑。所以驼背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是的，因为整个的身体是往前缩的，甚至包括肩胛骨都是往前的。对，其实我的是有点往前缩，对不对？这样就会压迫到我们的内脏啊。嗯。所以我们的血液循环或者是心跳，甚至是我们的肺活量都受到影响了。哦，所以其实真的要从小就注意养成这个好习惯，不要驼背。是的。那美老师，我们要如何运用我们手上的这个毛巾？哦，其实非常的容易啊，我们就拿着毛巾，对不对？我们先抓两个头，这样抓着，抓着我们的右手，来这样，大家跟我一样哦，这样子哦，这样抓着右手哦。然后我们先简单的往后，这样往前，这样绕两圈，这样，一、二、三、四，到这边换另外一只手，五、六、七、八，到这边，然后双手抓好，一、二、三、四拉开，然后非常容易的哦，来伸直。往后慢慢到后面放下来，我这阿凯老师有点困难的。是的，我已经卡住了。我停在那里了。那慢慢，如果不行的话，记得就是我们让双手在这边，对不对？然后慢慢下来，慢慢下来，慢慢下来，然后慢慢习惯之后再伸直。好，阿妹老师，我们要跟着音乐跳一遍吗？我们来跟音乐试试看哦。来吧，各位同学，预备，麻烦老师给我们音乐，谢谢。注意听哦，五、六。五、六，记得往后，那一、二、三、四，往后，五、六、七、八，双手拉开，三、四，往后，五、六、七、八，再来一次哦，三、四，预备，五、六、七、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双手拉开，三、四，往后，六、七、八。打到他了。那阿妹老师，像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要跳多长多久呢？多长多久？其实如果说可以的话，大家在家里啊，可以试着这样子哦。嗯，双手这样举起来，你看往后，然后再来往前，再往前。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最好是早上起床做十下，回家的时候洗完澡之后再做十下，再做十下，这样的话全身其实有点像一开始的。我们的开机啊，早上起床暖身，回到家做一次就收操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这个真的非常好，除了可以帮助我们的驼背之外，可以拉筋嘛，对。对，那这个毛巾操呢，适合大人跟小朋友。那如果对爸爸妈妈来说，大人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更积极来帮助我们去处理那个驼背的问题。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来教爸爸妈妈。你在家里呢，除了小朋友的毛巾擦以外，你也可以把毛巾卷成毛巾卷哦，然后来做一些运动。我想请阿妹老师当我的示范好了。因为这个毛巾卷如果要小朋友一起做的话，毛巾卷的高度就要变得小，可能只要用一条厚毛巾就可以了。因为小朋友的背部的弧度跟大人是不同的哦。来，我要先请来这边，我们要让开咯。来，清楚一个地方。好，我要先请阿妹老师，请你侧坐，侧边面向我们的。这样子吗？对对，好，请坐下。对，这样子直接坐下来。好，好，我们第一个，我们这个毛巾卷呢，可以放在我们的腰部。好，阿妹老师可以请你慢慢躺下来了。躺下来。对，好。哦，有躺到了。对，好，来往下吧。再往下。好，要整个往下吗？对，整个躺下来。哦，感觉非常的舒服。有没有被拉到的感觉？有。这时候我们可以拉得更凶哦。来，想办法，来，我们的手往上举。
手往上举，放开，往后，头上，好，尽量你的脚底板往下压，哇，整个人就像被拉开的感觉哦，好，这样就可以拉到，可以停的五秒钟，一、二、三、四、五，然后再慢慢回来。哦，有拉的感觉哦，好，起来休息一下，平常时候做个3次到5次没有问题 哦。好，第二个动作，来，阿美老师，请你转过来，我们要趴在地上咯、啊、要趴着，请你的下巴要靠在这上面。好，下巴，对，好，下巴放毛巾，主要是避免我们下巴撞到。这时候玩一个叫做小飞机的动作、哦、来，我们双手往旁边打开，好，你要想办法上半身挺起来，对，好，想办法把你的脚也抬起来，哇，停3秒钟就好，一、二、三，好，放下来休息。有时候很累哈，下巴直接掉下来，头会撞到，所以毛巾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下巴撞伤。好，第三个我要请阿美老师，要请你坐着，但是要背向我们的镜头哦。Okay. 哦，背向镜头。是的 ，OK 的。好，好，盘腿啊，可以，都可以。来，好，接下来用到2个毛巾卷，请你夹在腋下。好，夹住，用力的往后夹。用力夹它，对、哇，在这个夹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整个肩胛骨是往后的哦、欸、而且看到一条线，对不对、嗯、这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扩胸的动作了，嗯，哦，利用这样的动作停个10秒钟，好，放松，可以做个10下吗？可以做个10下，量力而为，只要能够做就尽量做，嗯，所以刚刚老师教的这3个动作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就是改善驼背的那个坏习惯、嗯、是的，谢谢阿美老师、yeah、谢谢你。好，今天呢也谢谢我们的阿美老师跟我们的阿凯老师呢教我们的这毛巾操哦。嗯、好，来，我们最后来一次用力一点的，好吗？好，麻烦老师给我们音乐，谢谢。5、6，来，记得右手，5、6，5、6，往后转，1、2、3、4，换手，5、6、7，8，看谁手能不能伸到后面去哦，预备，5、6、7，8。耶、yeah, ！来，再一次哦，预备，5、6、7，预备，1、2、3、4、5、6、7，8，最后来，双手伸直，伸直，再往后，5、6、7、8，耶！阿凯老师是不是有书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是的，今天要帮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可以治好自己的驼背哦。只要上网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有机会可以得到一本治好驼背的好书，还有一个毛巾卷哦。好，那我们来出题目好了。今天的题目是，请问我们今天用毛巾卷要治疗好你的什么问题？好，不可以讲出来，想知道的人赶快上网回答，就有机会得到好书跟毛巾卷哦。好，谢谢，谢谢阿美老师，谢谢我们的阿凯老师，谢谢大家哦。来，预备，继续跳，来，记得5、6、5、6、7、8，1、2、3、4，换手，5、6、7、8，双手，1、2、3，预备，5、6、7、8，来，伸直往前，再一次往后，1、2，最后一次。今天早上10点，跟着阿凯老师一起来做全脑开发，用右脑呢学习英文，以及呢浩宇老师的简单测验，了解孩子们的内心。看老师呢带你进入神奇的科学实验室，还有阿美老师的职能律动，这么好，这么多专家来帮你带小孩，超级小英雄一定要来玩哦。接下来